你的爸爸妈妈来了。他不要，我要跟弟弟你们就要一起吃。你们两个每天吵架，你们去人家爸爸妈妈那边也是在吵架。不会，我不会啦。然后我们啊，就只有一个，然后我们两个都喜欢。所以就是要分开，就不会吵架了。可是我就不想分开嘛，我想跟弟弟一起吃。跟弟弟抱抱最后一次，那拜拜。可以，人家爸爸妈妈在楼下等你呢。我不要哎！宝贝，拜拜。你想要离开这个家吗？你要离开这个家吗？你们两个自己去沟通好，我就去拜托那个爸爸妈妈先回去。你跟弟弟讲好哦，我等一下上来。快点！
什么东西？没见。拿不出来啊、哦？没见。怎么办？喂。妈妈呢？你的肚子卡住。有什么意思？你又想怎样？一、二、一。你要藏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妈妈看。给我。妈妈。你自己拿。什么东西？没见。拿不出来啊、哦。没见。怎么办？喂。妈妈呢？你的肚子卡住。什么声音？那有饼干。那有个像金布的地方。那里也有。哦，外婆你吧。谁用的？是我用的。你拿出来。你拿出来吗？拿不出来。那怎么办？那你为什么要给我塞进去？为什么要塞进去？那有个像金币的地方。那里也有。哦，外婆你吧。好厉害！死人了，冷静一下。冷静一下，哈哈，啊啊！天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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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死人了！还好你有拿臭臭呢，不然明天要看医生了。啊啊！嘘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，哈哈，爸爸。还好你有拿臭臭呢，不然明天要看医生了。死人了！还好你有拿臭臭呢，不然明天要看医生了。啊啊！嘘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，哈哈，爸爸。我现在很生气呀。好了。反正你先洗脚。爸爸，你这样子是不对的行为哟。啊！这样子不对。我不想吃槟榔就好了。不要吃槟榔就好了。你就丢掉垃圾桶，就不要吃啦。好啦好啦，你不要垃圾桶，好，你自己吃罚站。
你自己去罚站。我为你做错事情了。好。你去罚站，你只要跟我讲话，我现在很生气呀。小弟，你这样子是不对的吗？就打人哦，就不打吧。你要打爸爸啊？你做错事情呀！你呀，然后你要去扑垃圾桶，你就不要再吃槟榔了。嗯。我看一下，看到你在拿新的槟榔，我就会看到你在拿新的槟榔，以后不要再拿槟榔了。好了。不要再拿我了。嗯。摸我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错了。